一片连绵起伏、银装素裹的丘陵向远方延伸，一条蜿蜒曲折、已然结冰的河流宛如白练。这里是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深处，中国的北疆。长达7个月的冻结期，最低气温能到-50多摄氏度。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是对每一位边防官兵意志的检验，也是对极寒环境下边防装备的一次大考。而这第一场考试的考题是边境巡逻。边关多苦寒，边地行路难，覆满积雪的重重山脉，杳无人烟的林海雪原，扑面而来的山峰裹挟着大雪，这张沿着边境线缓缓展开的考卷迎来了第一道难题：寒冷。面对严寒，除了要有坚韧的意志，边防战士还需要自己的秘密武器，那就是他们身上配装的新型边防巡逻备装。列装一线边防部队的新型边防巡逻备装，有着从吸湿快干的内衣裤、保暖绒衣裤，到荒木迷彩保暖作训服、轻便防寒保暖作训大衣等15个品种。保暖作训服使用国内最新研制的高强聚酰胺纤维，实现了轻质与高强度的统一。棉衣裤则采用超细保暖絮片为主保暖材料，全重不足1斤。与以往的备装相比，新型边防巡逻备装重量轻了近12%，满足了-40摄氏度至-30摄氏度执行任务的需要。新配发的新型边防巡逻备装比较防寒保暖，完是防风效果比较好，就里边就只需要穿一件绒衣，外边再套一下咱们最新式的边防巡逻服，在咱们那个巡逻过程当中就可以抵御咱们冬天的严寒，行动起来也比较方便，也比较灵活。月亮山是这段边境线上最为险峻的路段之一，执勤组要沿着这条长约数百米、最陡处倾斜度达60多度的山脊前进至某高地，并在高地观察边境动态。没有任何可以借力攀爬的物体，只有铺满了层层积雪的崎岖山岩。每次巡逻到这里，执勤组的战士们都会手拉着手，互相扶持着向高地前行。没事。我在华，大家注意安全啊！极寒环境下，边防备装除了要隔绝冷，还必须能处理热。高强度的登山运动会促使身体发热出汗。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备装不能及时除湿排汗，就非常容易引发感冒。新型边防巡逻备装的作训内衣采用多孔共聚酯仿麻材料，可以使汗液快速导离人体，并在服装外表面迅速扩散，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因环境突变造成的低温冻伤。登上高地，执勤组在边境管控辖区没有发现异常。此时时间已至中午，执勤组决定寻找一个避风隐秘的地点，准备今天的午饭。全班注意，向靠拢。同志们，我们现在已到达临时休息区域，迅速利用救变器材搭设简易灶台，是不是清楚？清楚。执行。备
北疆边防线上的野外制吹，讲究的是拾柴要迅速，挖灶要高效。要做到这点，趁手的工具必不可少。多功能工兵锹是战士们安营掘灶的神器，它采用带尖的圆头锹体，锹体一侧开刃，便于劈砍，另一侧备有锯齿，可以方便地锯断树枝。锯齿下方则加工出一个起瓶器，可以开启瓶盖罐头，也可以勾住相关构件。多功能工兵锹看起来不起眼，却集挖、锯、砍、勾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既能用于构筑城寨沟壕，又可以安营掘灶，是战士作战和生活不可缺少的伙伴和帮手。除了上述这些功能，边防战士还为它开发出了新的用法。起火热油，一气呵成。打弹翻面，技术满分。巡逻路上，拾柴可以简简单单，炊具却必须有想象力。哎哎，好。同样充满想象力的炊具，除了工兵锹，还有这个正冒着热气煮着面的小炉灶。和工兵锹一样，它的本职工作也并非炊具，它是19式边防巡逻多功能水壶的一部分。每次出巡逻任务，它都陪伴在战士们左右。19式边防巡逻多功能水壶采用钛合金拉伸成型技术，整个水壶系统包含一个830毫升钛双层保温水壶，一个880毫升钛饭盒，一个350毫升钛菜盒，一个钛折叠勺叉。钛合金材料的强度与钢材相当，但密度只有钢材的60%左右。当然，除了轻便，19式边防巡逻多功能水壶的保温性能，较之老式水壶也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它的壶体为内外双层保温结构设计，采用抽真空技术，将内外壳体中间的空气抽出，使杯胆和外壳间呈现亚真空状态，极大地减少了热传导，大大提升了保温性能。老式的保温效果，如果在室内的情况下，它应该是能保持1到2个小时。如果在外边寒冷的情况下，半个小时就凉了，一个小时再往一小时之后，它就已经冻成冰了，就开始。现在新配发这个水壶保温效果比较好，可以说我们从白天出去拉练回来到晚上，里边的水一直是热乎的，我们能喝上一口热乎水，哎，心里边还是比较舒服的。一口热乎水化去了巡逻途中的疲惫。火药味儿，我操，好鸡蛋真香啊。临近傍晚，执勤组的战士们完成了巡逻任务，但边境线上的坚守却仍在继续。我们已到达潜伏第一，下面我们占领，前方有敌机群接潜伏，正接手。是。过来。边防潜伏，是在国界己方一侧的重要关口通道隐蔽设伏，以防范打击不法分子的随机性勤务活动。这次边防战士们接到的是一次昼夜结合的潜伏任务。对执行任务的边防战士来说，黑夜不仅意味着寒冷，
还意味着观察难度的增加。好在一样装备可以变夜晚为白天，那就是 BBG 1913型单兵夜视眼镜。BBG 1913型单兵夜视眼镜有雾镜、目镜、屈光度调节旋钮、链接导轨、电池仓等几部分组成。只要借助夜间微弱的月光、星光和大气辉光，这种夜视眼镜就能实现在茫茫夜色中观察。三角山的冬夜向来肃杀而寂静，但今天却有些不同寻常。任务线到，这不发现什么声音？报告班长，没有发现声音。向前观察。潜伏点附近出现未知敌情，但第一次出潜伏的新兵任伯逊却始终没能锁定敌人。当时也比较紧张，班长发现了一些声响，但是我没有发现。然后当时他跟我说，让我继续观察，加强观察。没有多做批评，班长只是用行动带领任伯逊继续观察，集中注意，留心细节。最初的紧张过后，他注意到了草丛中的异常。任伯逊使用的夜视眼镜是一种微光夜视眼镜，夜视镜内配备的像增强器可以将目标表面反射的微弱自然光信号变成电子信号，通过搭载的微通道板上的无数个规则孔道，电子信号成千倍增强，增强后的电子信号轰击荧光屏，使倍增的电子信号激发为倍增的光信号，从而把微弱的光信号转化成为人眼可见的强光信号，实现可视功能。班长同志，正北12点钟方向发现不明生物，正向11点钟方向逃窜。得到。借助夜视眼镜锁定位置，任伯逊发现引起骚动的是几只野生黄羊。排除了意外情况，大地重归平静。凭借单兵夜视眼镜优秀的增强呈现，高还原度的画面细节，潜伏点变得对我方单向透明。边境广阔，地形复杂，想要全面覆盖重点管控地段，除了组织定期巡逻和潜伏，边防战士还要有智能化、信息化装备的帮助。这些坐落在边境线上的监控站是边防战士的千里眼，他们由两个摄像头组成，一个捕捉可见光，另一个捕捉红外线，利用风能、太阳能提供能源。监控站可完成24小时不间断的图像采集。需要观察的时候，后方哨所操作员只需坐在集成的视频监控前端系统的电脑前，就能轻松控制监控站摄像头转向指定位置。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些监控站是否真的有火眼金睛呢？经得连队同意，摄制组开始了一次测试。在不提前告知操作员的情况下，我们来到了距监控站数公里远的某边境路段。不过仅仅走出数十米，摄制组的一举一动就已经被掌握。推拉镜头，调焦，拍摄，仅需数秒，操作员就锁定了几公里外的摄制人员。除了操作简单方便，边境线上众多的监控站还可以通过网络互联实现信息共享，它们构成了一个信息化、智能化的边海防系统，边防战士足不出户便可尽览边防线上的一草一木。三角山哨所地处三角山的最高点，海拔1000多米，要维持它的正常运转，边防战士需要定期往哨所运送给养。黄静初，三角山边防连的一名副班长，同时也是连里的驾驶员。
在入伍的五年时间里，他都肩负着向哨所运送给养的任务。五年时间，黄静初逐渐摸清了这里的路况，哪里有弯，哪里越坎儿，他都了如指掌。不过即便如此，这次的给养运输任务却还是让他心事重重。几天前，一场暴风雪席卷三角山，暴雪很可能淹没唯一一条通往山顶哨所的盘山公路。几十分钟后，补给车渐渐靠近山脚，黄静初知道最不想出现的情况还是出现了。大雪封山，眼下的哨所俨然已经成为雪域孤岛。不过孤岛也并非无法到达，早在出发前，黄静初就对大雪封山有所准备。 GM8 骏马全地形车就是他用来劈开雪浪直抵雪域孤岛的坚固方舟。 GM8 骏马全地形车是一种绞接式履带全地形车，它的全长为 8.6 米，高 2.5 米，宽 2.3 米，重 10.3 吨，采用了宽达600毫米的加强橡胶履带。这种履带与金属履带相比，震动更小，加速性能更好，噪声低，对路面的破坏也更小。四条履带各自均能主动驱动，除了能增大驱动力外，还能均衡分摊整车质量，实现了地面压力最小化，大大提高了在沙、泥、雪等软地面上的通过能力。平常的车不能爬山越岭，不能去雪大的地方，这辆车能通过它的良好的越野性能把给养送给他们。面对暴雪后的三角山，普通轮式越野车只能望山兴叹，但 GM8 骏马全地形车却能自如穿行。如此优秀的越野能力，是因为它采用了履带式车辆行走、绞接式车辆转向的综合技术形式，这让它的越障性能不仅不输于履带式车辆，在某些方面甚至更有优势。我们知道，履带式车辆的越障能力取决于车辆的接近角，接近角越大，车辆越障能力越高。但仅靠增加车辆的接近角来提高越障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绞接式全地形车的绞接转向系统可以使车辆实现俯仰功能，使车手抬起一定高度后与地面产生一个仰角，这时不但增加车手高度，同时也使车辆的接近角也大大增加。在这双重效果的影响下，车辆的越障能力比仅凭增大行走系统接近角有实质性的提高。这使得绞接式全地形车非常适合爬越陡坡、通过卵石地形、树木倒伏地形和极不平整地形。大雪可封山，却不能冻结边防战士一路往山顶前行的决心。过山林，越陡坡，跨沟坎，驾驶着全地形车，战士们即将到达山顶哨所。
驾长车，踏破边关风雪路。居哨所，智慧控边，揽无虞。在中国2.2万公里长的陆地边界线上，无数边防军人正以绝对的忠诚和过硬的本领，守护着祖国的每寸山河。而在他们背后，正是这些不断完善的武器装备，为边防战士守边控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龙战车威武雄壮，巡逻在祖国大北疆，英勇的士兵坐舱导航，飞驰在林海和雪茫。三角山上国旗扬，忠诚戍边筑起屏障，我们是祖国铁壁铜墙，坚定